39题，下列关于各气体的叙述何者正确？选项 B， 氢气具有助燃性。我们平常是说氢气具有可燃性，而不是助燃性，所以选项 B 是错的。C， 奶气在可再焊接时用来避免金属氧化，在焊接时避免金属氧化的是氩气，不是奶气，所以 B 选项 C 是错的。D， 氦气的密度最小，可以用来填充气球。可以用来填充气球是对的，可它并不是密度最小，密度最小的应该是氢气，所以选项 D 是错的。A， 氮气不可燃，这个是对的，氮的活性很低，在平常状况下不会作用，不会跟氧作用产生燃烧的现象，氮气不可燃，不助燃，所以选项 A 是对的。所以第39题问，下列关于各气体的叙述何者正确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A， 氮气不可燃。